我信任你，我爱你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臭人类。如果有这么容易就好了，猫咪无法用言语来和你对话，所以他们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，也就是他们的肢体语言，而你也能够轻松学会怎么读懂他们想表达的意思。来看看这些方法吧。狮身人面睡姿，你的猫在睡觉时看起来像是埃及金字塔的守门人吗？恭喜你已经成功获取你毛茸茸老板的赏识，他对周围的环境感到相当满意，因此不再保持警戒，完全处于放松的状态呢。面包睡姿也称为立方猫、马铃薯猫和面包猫，这是狮身人面睡姿的变化型。这个姿势可能会像前额趴在地板上的长条面包式，或是手肘外开的半面包式。你的猫也可能是一手在前的面包船式。面包式可以让猫咪节省体力。警戒状态，也许你把家里的猫取名字叫手套猫猫，但在猫咪的内心里，它依然是位掠食者，这是它无法摆脱的强大动物本能呢。它会促使动物时时保持警戒，并让它们在从舒适睡姿转为战斗姿态时能做好准备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看到猫咪有时候会睁一只眼睛睡觉。隐蔽睡姿，这是猫咪最受人喜爱的睡姿之一了，但这并不表示你的宠物正处于完全舒适和放松的状态。当你的猫咪卷成这样的时候，它正试图保护和隐藏其身体最脆弱的部分——腹部，尾巴也会警戒地环绕身体，这代表即使猫咪正试图入睡，但它仍然可以察觉到周围的危险。不过猫咪也可能只是觉得冷，而卷起身体能保持体内的热量。大明星睡姿，你的猫不是像章鱼一样把手脚张开占用了整张床呢，这已经不再是你的床了。当你第一次让幼猫来到床上时，你已经犯了大错。猫咪也可能正试图找到最舒服的睡姿，就和人类一样，也可能是因为太热，所以想试着让身体降温。我才是老大，这是另一种向你展现谁才是老大的方式。你是不是稍早之前有处罚过猫咪呢？也许是不给它点心，或不让它在新买的沙发上磨爪吗？枕头是你用来放头的地方，现在谁才是头呢？对，不是你。你不能过，如果你的猫每天晚上都变成你和伴侣间的蓬松屏障，那很显然的，这是猫咪向他们传达的讯息，这个人类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毕竟在另一个人搬来之前，你们两个可是一起玩过玩具老鼠的好朋友哎。这个姿势也是用来吸引你更多的关注哦。盯你的心里发喊，如果你的猫整晚都在看着你，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另一方面，尤其是这是宠物将你视为家庭成员的象征，所以它试图在你们两人之间建立更稳固的羁绊。你的宠物之所以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，是为了观察你是不是没事，并保护你不受到意外的伤害。从猫的角度来看，你在睡觉中所做的事情也非常有趣。你是在打呼吗？没错，你的手指会在被子下抽动吗？这对猫咪来说就像看到老鼠一样呢。来个简单的小测验吧。对猫咪来说，哪个身体部位最重要呢？它的头、爪子或者是肚子？答对了，下一个睡姿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哦。肚子朝上，这是猫咪对你最高的信任形式。当猫咪愿意像这样对你张开肚子时，可说是意义非凡呢。当猫咪翻出腹部时，代表它愿意承担意外发生时难以逃脱的风险。这就像是某人知道你的手机密码，然后把手机放在桌上一样。对了，家猫和其饲主很容易达到翻肚肚的信任关系，而野猫通常对环境的信任度不会这么高。侧卧在阳光中，侧卧是对猫咪来说最舒适的姿势之一了，这也是另一种表现我信任你的方式哦。你的猫咪在这里觉得安全又平静，在这也不用保护它的重要部位，
这个姿势也代表猫与饲主之间有很强的情感连结。你有看过你家猫咪最喜欢的睡姿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在下面留言中告诉我是哪一种吧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很快就会看到咯。卷成球状，这个姿势让猫咪最有安全感，在家猫中常常看到这种姿势，对他们来说这个睡姿非常完美，舒适温暖又放松。但请记住，有时候猫咪因为某些健康问题而疼痛时也会出现这种姿势。如果你的猫咪平常不卷却突然卷起来的话，请注意一下它的行为，如果还有其他不寻常的症状，就要赶快带它去看兽医咯。皮拉提斯猫，当你的猫用这种姿势来休息时，你应该准备把它放在你的社群媒体上了，这看起来实在太好笑了。虽然看起来的确有一点不舒服，但当猫把身体扭成怪异的角度或变成一个麻花卷的时候，它其实只是在找一个最舒适的睡姿。不用担心，你的宠物不会因为这样折断或拉伤身体，它的脊椎可是非常灵活的哦。请不要拍我。和人类一样，猫咪有时候也想要享受一些孤独时光，逃离这个世界。你有看过猫咪躲在衣服或其他地方，当你想要摸它时却变得紧张吗？别浪费时间，想办法来让它高兴，最好还是让宠物一个人静一静吧，它的心情马上就会好起来的。嘿，这不是很妙吗？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，请给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，这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其他影片。你只需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，并持续保持亮生活吧。